春庄还特别做了拼接给各位，而且呢它是做这样子的假两件式的拼接，上面呢一样是非常非常柔软好看的刷白牛仔，再来它是拼接这种衬衫布料，非常的笔挺软料，所以呢也非常的透气，完全没有闷热的感觉，所以我才说新加坡海外的粉丝现在非常的炎热，你完全可以穿哦。好，那有没有看到它下摆的抽须做了一个假口袋给大家，超级精致的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噔噔噔噔噔，超级美丽的。还有再来妞儿里面现在是穿一件宽宽的帽 T 洋装，所以呢手袖当然不会卡，我们这些外套接下来是要穿背心，要来穿洋装穿短袖的，所以呢即便我已经穿到最极限的长袖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好活动哦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。它这个是做假的一个翻扣，它就是一个造型用，然后车线啊整个质感都非常的到位哦。好，后背的部分它也是做一个双色拼接，那手袖的长度呢我觉得做的也很刚好，不论你是小个儿的高个儿的，穿起来呢都不会有太长或是太短的问题哦。我们家的牛仔外套是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搭，因为呢这一次帮大家做的是比较偏浅色的牛仔外套，是不是超级好看呢？